现在成为了运气的角落之后，去那国家地位不断的连接了，所以等于是28年来，那么透过很多的历史，台湾历史的觉醒，让台湾人民了解在我们的价值跟意义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以驾驶的立场，我希望说中流红叶这样的一个公道。今年谈的是存在跟智慧，那用存在这两个字，当然也许就是会对市民大众可能会比较陌生，但其实起源就是存在主义。那从思想跟行动开始，就是对于自己的理念的解构以及挑战，其实是郑南榕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发了哈。就在那么多年前，就有一个类就是这种行动哲学家去为自己脑袋被控制的东西，他去反抗，然后他懂得反抗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。然后4月3号要做什么？来看表诶，啊，看什么表诶？啊，4月3号哦，就是在宜兰哦，罗东文化广场，我咱给等来啊表诶，啊，表演什么？楠木大侠哦，真厉害，是啊，好啦。毛乐团表演，好，大家小酒来看伊，对，多谢大家，谢，多谢，感谢，嘿嘿。冬天秋天你